各位 Star Hong Kong 嘅觀眾，大家好啊！我係樂小賢，咁我係一個 QL 啦，亦即係網紅啦。咁啊，點解我會做網紅呢？咁其實就真係亂打亂撞嘅喎，因為其實我本身自己就係讀cosmetic science 啦，咁啊自己由細到大就好中意美容嘅啦。咁所以就寫好多唔同嘅文章，咁就喺各大嘅 Facebook 啊、IG 啊嗰度嘅時候，咁啊又會得到少少共鳴感咯。其次就是我想我是我很多朋友當中的開心果啦，咁所以呢我有時呢都會影下一啲呢幾得意嘅短片嘅，咁啊慢慢慢慢就會接咗一啲唔同嘅品牌啦，咁啊品牌 event 啦，或者係嘅一啲嘅開心 sharing 嘅一啲分享咁樣咯。除咗我自己讀 cosmetic science 啦，咁我嚟緊咧仲會去呢個保加利亞咧，咁啊讀埋一個嘅調香課程。除此之外咧，九月咧我仲會去學賽車添，就係去呢個拉薩嗰度咧學賽車啦。咁啊講起賽車啦，其實我都幾男仔頭噶，所以咧我中意埋啲嘢咧，啲人都覺得我係咧究竟係一個男仔定係女仔嚟噶咯。咁去拉薩嗰度咧就係、是我會揸我嘅車啦，然之後咧就會由中國嘅一個地方唔話俾大家住，跟住然之後就會去呢個拉薩咧就會影靚相俾大家睇噶啦，到時記得大家留意我啦。埋好多謝 G18 文化傳送啦，咁啊俾個機會我，咁而家我就開始接咗唔同類型嘅品牌嘅 event 啦，同埋嘅一啲嘅廣告嘅。除此之外咧，咁我嚟緊咧仲會喺國內啦，咁啊拍攝一個嘅真人 show， 咁係一個綜藝節目嚟嘅，咁啊入邊都幾得意㗎，入邊咧就係講緊一個嘅文化差異，就係講一個講普通話講得唔好嘅我啦，咁啊年紀又大啦，因為咧我嘅對手咧係細我12年嘅一個卵男嚟嘅，咁啊何為卵男呢？就係佢細我好多，咁啊。我是中學的時候咧，佢只係媽咪一粒卵子，咁所以咧係好大差距嘅。咁大家記得要密切留意啦。嚟緊咧，我就會多元化咧去接觸唔同嘅嘢嘅，例如咧飲食啦、主持啦，同埋咧會接拍電影嘅咁樣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多啲支持我樂小賢女神經啦。